谢谢大家来到我的视频啊，这个假期啦，非常高兴来到很多朋友来到我家，然后我们呢都做了很多美餐啊，今天呢就由这个刘先生负责做晚餐。哇，你看那个晚餐做得很专业哈，不管是摆设或者颜色都非常漂亮。刘先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香港来的。我以前住那个日本菜很好的，现在已经退休了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哦，刘先生呢也刚退休哈，他是90年代在香港非常红的一个厨神，他也得过奖的，而且在来到美国啦，他在 Modern Town 呢也开了这个日本餐也非常专业，Morgan 汤很多美国人都认识他的。好，刘先生，我就看哈，今天他切这个鱼的时候哈，切那个鱼片呢非常漂亮哦，你要教教我怎么切哈，我都这个不用教的，不用教啊，很简单，很简单吗？自己弄。自己弄啊，那我明天买条鱼来哈，你教我怎么做一下，真的我慢慢来，慢慢来。你能不能帮我拿这个这一盘？我想知道看看是什么。OK，没问题。这个是什么名字？你知道吗？肉丸。哦，肉丸。你为什么把它首先把它过了水呢？我们去快一点嘛，哦，快一没有时点。间太弄得太久不好。哦，我还以为有特别的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哦。你可以信得来，放下去也可以吃。我们现在哦，快点，快点我看吃。你帮他，当你过水的时候，你还放在那个冷水里面，是不是把这个肉会有弹性呢？对对对对，就是这个意哦思。，OK，好的好的，哇哦，那今天呢，还有这个是牛肉还是猪肉啊？猪肉，猪肉，那那个个是牛肉。黑田肉，哦，黑黑田，毛猪肉。母猪。哦。就是牛肉哦，OK，哦，还有很多 sauce 在这里哈，啊，哇哦，那今天呢就这个水呢现在也差不多滚起来了，泡漏好了，那个有烟了，那我们呢准备吃了哈，而且今天呢我们也做了很多这个 sauce，有三种 sauce sauce 也蛮不错的，好的，那放下去了那我们就大家来一起吃，好的，谢谢大家，如果大家想享受美餐的话，那要多多看我的视频，我会做很多很好吃的东西放在这个 YouTube 里面，subscribe 订阅，谢谢，再见，刘先生再再见。见，